谁谁？哦，我爹啦，狄国梁啊！欢迎收看《全民最大党》。全民做老板，全民啊做头家啊！全民做头家啊！好，很好。啊，这个要跟大家讲啊，自从上次那个踢跆拳道那个漂亮宝贝杨淑金去韩国裁判判失格了，台湾人就在反韩啦，哦。啊，即嘛韩国的一个驻台代表伊讲啊，台湾人会反韩哦，就是因为太爱韩国人。哎、欸，我咧听你咧放风吹啦、哦。啊，你觉得这是被他说中心态吗？哦，干有影，是爱之深，责之切，由爱生恨。咱也今仔好好讨论者。啊，今仔一个以国官公内底这两位，就是去用判失格这两个上好代表，就是中华民国跆拳道的教练。啊，刘聪达加这个台湾之光杨淑金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跆拳教练，我是刘聪达，他是淑金的专属教练，啊，他就是我的未婚妻杨淑金，拥有34D的美丽身材。没有啦，我不是你的未婚妻，你不要乱讲。那、啊、你就说是女朋友啦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不，女朋友跟未婚妻不一样、啊，差不多了，差很多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就是刚拿到正义金牌的杨淑君。其实最近一直有人找我去拍戏啊，拍广告。老实说，我还在考虑说，我不要当一个艺人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应该也算是一个公众人物了。你看，我去参加跨年的活动啊，然后之后又参加很多公益的活动，然后现在小朋友看到我都会跟我拍照。所以老实说，我会很认真的考虑，我要不要当一个艺人、啊。对，如果他要当艺人的话哦，买一送一啦，我也去当艺人啦。谢谢，我谢谢啦。哦，这个将计就计的，讲教练也要去做给你。我见啊，我讲迄落腹胀腹水啊，赶快。我知啊，你已经泥巴未使搁出赛啊，你知唔知？无泥巴你要创啊？对哇，你做给人哦，我甲你看先。OK。来继续介绍，这个是美国脱口秀的这个女王奥普拉。Thank you, hello everybody， 我就是脱口秀女王奥普拉。我的 Oprah 的电视网在全美国已经开播了，24小时都可以看得到我，但是你们看不到我，没有关系，我会常常来这个节目当特别来宾的。Thank you。好，欢迎。接下来介绍是无党籍的李伟严清标。哦，大家好，我听的啦。我今年吼，民国100年在厝家，大家讲一个都是快乐100，啊，100年快乐安尼，啊，非常欢喜是安那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这意思就是讲你快乐100满分嘛，啊，也可以这个100年的快乐，就是大家拢真欢喜安尼啦。啊，蔡华杰嘛有来吼，啊，因为安那你知道，伊进前顶个月啊，伫这镇南宫啊，伊这手提发表会，你听无？啊，底下啊这波比吼，哎，有像波比厉害呢。哦，咱妈祖婆嘛甲保庇啦吼，啊嘛甲咱所有全台湾省的吼，每一个咱的哦乡亲甲保庇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感谢你，哈哈哈哈，谢谢。哦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啊，拄则讲迄个保庇的迄个彩华，今仔后来来介绍台湾的兵棋部王彩华。我最近这几天因为发高烧哈，我那个就是嗓子比较哑，可能跟刚刚唱歌不太一样哈，请大家见谅了哈。啊，因为这阵嘛，我已经是偶像啊哈，我真正我这阵不是台湾兵棋部哈，应该日本现在讲伊是日本的王彩华，所以我这阵我就是王彩华，偶像艺人王彩华。可能我这阵也较收敛，因为偶像有包袱，所以我现在不能再这样露事业心。拍谁？你在兵棋部讲你不能王彩华，你够不够？我兵棋部讲也是你不能王彩华。刚才你王彩华是虾米人？没了，我也越来越红哈。希望大家为台湾加油，大家都有 Bobby 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
长就是咱台湾本土的代表哦。啊，唔知影讲今仔日要讨论这个反韩的这个情绪，啊，那请这组来啊。这组就是韩国最近啊，足行的 Super Junior 来。麦克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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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广告跳，跳啊！麦克放音乐，麦克放，欢迎球啊！哦。